哇，这个蹲是深啊，直接闪刷留住了，要给新人好好一个交代，交了闪现，不过是正面的一个冰箭，这个敌极短慢慢的点，慢慢点，Breeze拿下了首杀，都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完美不会失误，哇，直接闪踢近塔一套秒杀，哇。 我卡萨直接做大哥的，就是这么做的。行云流水，真的，就算我就可以把 Nessus 抠过来，哎，冰剑直接中了，刚好抓到了一个震爆射击的时间，把灯笼，不过后面已经盖起了墙壁，关掉之后，让自己的另外三人可以进场，这边一个人过来还是一个武打单，虽然用肚子顶个刷子顶掉啊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加文的盖是不讲道理，直接盖住队友是围着打，然后后面再由塔利亚拿下来要逃跑酒桶的人头。 剩下一个人过来，还被踢到，挖苦也不敢上了。塔让给了闪电狼，他们打加入的话，很容易卡莉丝就不在。然后刚好这个时机点，我觉得很衰啊，刚好他还在用震爆射击在清兵，然后就被大，就直接吃到冰箭。他看起来也知道他要被塔杀了，他赶快赶紧的清线。对他想要在冰箭进塔之前赶快清掉，然后就刚好被抓到这个时机点。 我这边你就算刷掉了一个嘉文的EQ，哇，他直接回到画面回来。 这个进来的 Epic 被抓到了，正常就是不会有什么事的，所以 Epic 刚刚也是浓了很久，而且他是在整体上路兵线的。哦，没有翻到，对，这边是没有翻到的情况下，开启了大局要叫队友过来。好嘛，不过看起来灯笼在 CD 左岸边挖口一个路过，抱歉队友，你去吧。他就是一个跑线，当然很可怕，但是不管是坦度伤害都是稍微弱一截的角色。 虽然抢到红了，但是卡萨刚好来的时候是有抓到 AP， 可是其实球员的支援是非常非常快的。另外回到了上半部的位置，直接勾到钩子，跟着这个夹子，这样子的话，华裔斯派特其实还没有到完全劣势啊。他们刚刚那一波虽然下路被大哥击杀，卡萨又跳了出来。 直接站出来往Breeze身上一脚踹，不过没有击杀掉，差一点哇，点歪了，最后交闪现，而前面的位置 Epic 已经跳到脸上，直接拿下人头。不过那个 Maple 来了，这边 Epic 好像没有技能可以往前走了，直接被点到死啊！他在前面被点了半天，点到死，哇 ，K 看起来也要被卖了，勾了一个小兵往反方向逃，不过已经被红 buff 给粘住了，别人坐火车你用跑的，这不可能追得到。看上去这边真的很漂亮。 Maple 在这个这波一打起来的时候，马上转头，因为他原本是要去清中路兵的，马上转头来上路，所以他来的这个时机点，不仅 cover 到这个艾希有可能会被二打一的情况，还反杀掉了这两只 jungle 跟辅助。Epic其实有点犹豫啊，就是要不要跑呢？哎，看到人了，跑不掉了，要往草丛拖一点时间也来不及。 不过这也是刚刚分享有提到，就是华裔的那个在破完第一座塔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、被点掉很亏啊，是不是可能连回去拿御史者都可以哦？闪电狼。 不过这边回身一勾，冰箭命中是辅助，前面直接尝试盖把塔给拿了，不过木布莱克是跳到里面，卡在后面想支援，不过踢了一脚发现不对，前面坦不住已经倒，来探险的那个人一定会第一时间被秒杀掉。华裔斯派特知道目前他们最大的一个压力，哇，这边尝试要跑，还是被冰箭打到，踢到了，会有灯笼在面前，哇，闪现，哇，闪到了墙另外一边，还是踢到了 K。 哇，不过前半边的Epic反而是先行带走，收掉卡萨。哎，他这个闪现是过墙啊！刚刚是要预测吗？他可能是想要预测卡利斯会飞过墙。刚刚也是球员的大局逼出了那个艾希的闪现，所以其实这一波对环境小将怎样都是蛮赚的。对，这边是哦，对，他就是跳过墙。对，可闪现过了，他可以打闪的，可以，只是他脚很粗，他想打闪。对，他哇，很想打闪，这真的不是卡萨的错嘞。这样的话。 严格来说是不是卡萨的错？因为他的角度是抢开始钻塔装出。对，而且虽然前面可能闪电狼做到了一些塔杀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不过其实现在以经济来去看状态来去看的话，华斯派是没有输那么多的。不过下路单挑，左边 Epic 直接抓，不过艾希在家里卡玛也回家，这波没法吃巴文要跑，包球炸开，布布莱克刚好 EQ 已经出去跑掉了，可能进的 CD 都还比较长的时候，可能会直接闪电狼还是选择在这个时间要开巴龙。对，而且这是直接在对方的眼皮下。 虽然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，没有太快，而不过闪电狼人员是直接关门，想吃先过我这个门。不过 AP 是在可以门关了，后面 TP 来，那个时候已经在上面的位置准备死掉一个肚子，闪电狼被抢走了，华子被拿走这个巴龙，准备开启团战，前面的 Moon Black 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没有机会，关注了对面拖一点时间，不过自己倒下，让闪电狼人员得以撤退。AP 已经就位，可以跟你这边的，其实我们知道两边 jungle 只要同时在巴龙内的话。 发动就是五排了，完全、这个、闪度，他直接定住了李星啊！这样的话真的是 Nessus 打得非常漂亮哎，他进场直接控住了两个人，而且打出来的伤害也是让
后续的 Breeze 有办法去做一些收头。对，卡萨不是不中级啊，他是被晕了、啊，丢一个，这边丢一个，这边丢一个，然后慢慢来。欸、哇，不过下路抓到 Maple， 讲着讲就死了。下路单杀，那样感觉，因为被球女转回来那个时间点，他在丢啊，其实也是没办法交闪现。这边要看一下冰剑尝试空了，关门开战。不过这波敢开吗？闪亮应该是不敢开的。我觉得打起来闪亮。哇，往前要勾，勾到位置，不过勾关了四个人，自己叫闪现出来。前面一个弹到 Epic， 不过凯特琳已经先倒了，凯特琳直接被秒。凯特琳居然倒了，凯特琳瞬间不见了，他在被盖下去的瞬间就消失了。哇，刚刚如果凯特琳可以利用闪现拉掉那个伤害的话，我觉得哇，闪度往前直接抓到的是已经没有女妖的 Maple， 那么在中路清线的一个时间点被怀子白抓到一个机会，这边海选的要进来被顶掉，李欣跟着走，一个虎杖人踢到，不会有灯笼，被拉到最远的位置，江神也想踢，求你拉开距离，用闪现拉开，现在反正卡塔位置很危险，虎杖人没中，被另外人包夹，还有队友直接摸了个眼跑，另外位置有 Moon Black 继续的进攻，挖口是直接拉了个距离，没有人敢追求女，只能往这个前面欺负一个动作比较慢的一个。这个 Nexus 有点可怜啊，这个一大堆人，四个人夹过来了 ，EW EQ 直接击杀没有问题。其实嘉文的进场是没有 CC 能力的，他可以闪掉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塔利亚的、这个、塔利亚的伤害。对，我刚刚我觉得这波会战对华亚说真的很可惜，因为他的我觉得那个酒桶已经非常漂亮的把那个嘉文的 EQ 给断掉了。啊、他就这样不见了。Ben， 他是一前面啊。哇，变了！哇，这样真的是大失，就是真的是失误。因为我觉得以位置来说，这边不是华裔打不赢的一个会战。啊，这边其实 Maple 也是不小心失误了一波啦，也是他如果这个位没死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稳的吃掉八龙，然后就开始推你的。对，刚看起来这样的情况，其实如果中路线就算不推 ，Maple 还活着，其实是有机会吃八龙。对，其实这两边都露出了真的是只能说是蛮致命性的失误，两边的 carry 位。所以球女越来越难抓了，在刚刚这一波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球女挖口的一个操作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 rush 帮我真的不快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换下的话，其实就不赚了。换哇，这边华裔是比较怕，直接回来要清线，不过没有清掉，是捅着丢歪，直接炮囧炸死的情况、欸，高铁掉了。凯特琳没有回、欸，凯特琳没有要跟你互点。这边凯特琳的点的速度当然是没有五个人快，现在只要尝试留住是可以做到对等交换，不过要留住，而且自己的人不能死，死了会掉八楼。所以现在的情况下，已经点掉的情况下开始留人。那个是在右半边喝了一口酒，已经看到嘉文已经回去了。这边是一个四打四，嘉文打不赢啊！哇，这下半部很痛啊 ！Breeze 这个伤害状态已经很好，现在是怀斯派继续留人，有机会开战哦。这边的 one ball combo 怀斯派的接得好，闪电会全员灭亡的。一个冰剑尝试反身回到勾到了，直接是把 Maple 给勾在原地被虚弱。不过没有人敢后续接伤害，对，因为凯特也不在，伤害是不太够的哦。哇，这中路被单杀了。都直接被单杀，这波还可以打，球就很痛啊！他们只要乱到的话，其实这边想结束比赛是吧？可能会一直被点哦。这边继续追，还有状态，怀斯曼继续追，几炮九九 CD 又好了，往前炸没有炸好。我右边的 Epic 再度的 W 连喷，跳到了你面前，再隐形跑掉，拖你时间。闪电狼一定要退，哇，这一个高地掉一座啦！怀斯曼的还在追，还在追，拖到底，拖完了。现在是看一下凯特琳能不能跑了。哇，这边。应该是没问题，哎、欸，跑掉了。他说居然被单杀掉，他这场就是乱到他，然后不要死，等到队友赶快回来支援就好。但是他被单杀掉之后，华裔知道他们只要乱到他们剩下四个队员，凯特就可以推成这样。哦，这边藏进来，我偷到了，卡萨拿走了那条八龙。哇，一招还一招，卡萨老大哥的风范这时候又展现了出来。这样也不太敢开，因为中路一直有超级小兵的压力，所以塔利亚一定要清完之后，他又没大绝，他只能清完之后走过来。偷到了，哇，又被是打到射雷星被秒了，不过他在死前叫了声没死，没有死，勾到哦，有水银那就还好，被秒但不会死。好，这边是大卫的口误，但前面留到了，嘉文倒了，在前面位置有闪现的情况下倒下拉掉，因为他们刀，哦，尝试要开，一个关门没有关好，冰剑进来被躲掉。所有的开技能都断了，怀斯曼选择 TP 下来要强开，杜先顶掉了卡萨，卡萨一个摸眼，不过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卡伊斯，不敢继续前进，后续是怀斯曼的准备进攻，往前一个肚子顶到了嘉文，这边尝试一勾死亡宣告没勾中，后续一个球转到又是嘉文，嘉文被迫进场，不在进场前已经被打出了天使甲，夹子在下面已经布满了，一个站起来直接倒下，加了一个盾往前还要选择狗，哇，这边是没得走了，他们只是拿来守家而已，他们只是拿来守家，但是对面远古巨龙就直接就。看到你就开干了嘛，对，那就走了。但我觉得这是不得已的，他只能换了，就只能换。对，但是没有效益。哎、欸，不过华裔感觉是想要两条都拿，
他们去打这个团战，嘉文还在很远的地方关了一个门，那个谁进来？不过巴龙已经掉了，有声给化解掉了。现在华裔小兵进来已经没有技能啦，塔利亚已经扛不住了 ，Breeze 站着跟你顶，尝试想地板把 Breeze 给打起来，踢到了，往前要走，不过李信的闪现没有跟得好啊 ，Breeze 在后面已经开始连射，没有人阻止这个凯特琳，凯特琳现在连续的伤害，丘林一转虽然转到两个。哇，这边站起来没得救了！凯特琳往前，凯特琳直接进到里面了，当一个 Breeze，不过被秒了。哇，为什么凯特琳要闪现啊？其实，我看他看，其实艾希是很认真在输出的。有人要狙狙，这是酒桶，就过来想结束比赛。开始一个撞要杀，蛇蛇牵了个线，塔利亚没魔了。现在另外两边人也赶了过来，华裔失败的准备要来结束比赛，这看起来是没有太多问题，还是往前要跳，蛇蛇没有成功往前继续砍这个珠宝，一个灯笼先救，不过没有问题，不需要这个灯笼，准备打下比赛，华裔失败的拿到了这一场的胜利。其实刚刚华裔已经有给那个闪电狼机会了，就是他刚刚 Breeze 直接闪现往前点，其实他如果再打得再稳一点，他只要不死的话，我看中下的小兵海是会把他们压垮的，只要凯特琳就不死在旁边一直跳下墙，然后要么就点你枪，要么就点你枪，所以刚刚其实 Breeze 打得非常狂了，我觉得这是闪电狼最后的机会，但是还是没有拿下来了。春季不败在夏季第一场输给的是昨天得胜的华裔 Spider， 但是我真的觉得华裔这场真的打得非常就是出乎，就是有点出大家的意料，因为他打得非常的稳健，而且他是中期真的有想要找出突破口。不过我觉得中期的那个闪电狼的巴龙扣算是稍微